年轻的，非常年轻的一位歌手，来自新加坡的李诗婷小姐，来你上台上。Hello， 大家晚上好。来这首许多年以后送给大家，觉得会喜欢，谢谢。Thank you.
感谢我们的大家来邀请我来这里唱歌，那么也谢谢503的歌友会。那么第二首歌带来《手浪指回头》，希望你们会喜欢。 感谢我们的美女李思婷的演唱，下来是503歌友会庆赞中演。
现场乐队歌台仪训节目现在开始，有请超音大乐队，掌声鼓励。
谢谢朋友们啊，您的掌声的鼓励。那么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啦，大家耳熟能详的怀旧金曲，七十年代一天成名曲。从台下有请我的特别来宾，说名称。怀旧歌曲就是我们的周庭成先生啊为我们演唱。那今天他也是我们的全场伴奏超音大乐队的赞助人，来掌声来感谢你们，感谢绝对，谢谢我们的陈哥。他们早就听卡拉 OK 啊，就听这个现场乐队换换口味，感觉安怎款？感觉爽快，来淡薄掌声。哦，感谢咱后面这四位这个超音大乐队的成员。上来我给你介绍的哈，这个鼓手就是我们的阿兴哥。下来这个哈，看这边阿莲母音。哦，我们的阿莲，还有呢，我们的 Kino。
我们的键盘手机，我们的阿星陈哥，谢谢我们的配音，感谢感谢，哎呀，哦，四爷老师，三爷姐姐来了，老师来，红包由我们的配音所赞助的哦，谢谢我们的配音带来的红包，感谢这个哈、哦，这个挂包，那今天也是我们新加坡的国庆日，好不好？我们一起。 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国家呢，这么长期以来都是哈、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也再次呢祝福大家，大家新春空间啊，顺顺利利。尤其我们的古灵山的歌友们，还有一些来唱歌台的阿哥烂家也这些居民朋友，哦，然后在另外，希望明年大家开始隆重发大财啊，好不好？ 不要太拖延时间，因为我们的今天重心云集，非常的赶时间，哎，谢谢我们的雅弟。那么首先我们哎换位了，还是我们的千红啊，千红还是我们的仙红啊？你是千红，你八点好的，来下来为您介绍。我想呢，他今天也是在非常的感慨，我们以掌声欢迎我们的。 铁肺美女歌后杨千红，哟呼，谢谢大家好。哇，你看大家看到你精神百倍，尤其是那些男的，哈哈哈哈开开玩笑。我怎么啦？啊，因为你太吸引人嘛，他看了他就精神了。我身上有十天、啊。哎，对对对对对，你不用放电，他们都醉了。哈哈哈哈哈。这个是最美。 最好的赞美了，今天跳出来，来来来，我想呢，今天也非常的感慨，对吗？嗯，还好，还好，还好哦。所以还好，那就唱六首了。哎，不要这样。观众邀请，非常的啊，那今天支持，对对对，我也要特别谢谢我们的Uncle Lim哈，Uncle Lim也赞助邀请了我们的杨千红，以及我们后面一位。 也是美女级的，我们的仙红，这个是千红，昂昂啊，韩国海狼，跟你们的衣服一样。对对对，今天好多的朋友都穿红色嘛，因为今天国庆日。对，国庆日也祝我们的新加坡哈、哦、国泰民安，对对对，风调雨顺，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哈，对，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是的，每天都有歌唱，对，每天都能。 听你唱歌，真的吗？可以吗？<笑>每天请我唱歌。<笑>对对对，<笑>好的。来，首先带来什么歌曲？送上这一首来自大作车电影的插曲《一样的月光》。呜呼！哇，这首现场演唱太棒了，一起欣赏。
在回头。
谢谢我们的师公。那下来的这首歌曲，哎，我选一下，谢谢。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来转一下，唱一首 Hokkien 话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冰淡人，很多人都以为我唱广东歌比较好，然后其实我福建歌 OK 的，只是跟新加坡的福建话有点不一样而已了哈。来，唱歌是听不出有任何不一样，送上这一首。 酒，我的心声送给我们喝酒的朋友，Thank Echo，来谢谢我们的千红啊，红了现在又在红，这位哈，刚才我们，来老师，昂昂啊，来来来来来来，哇哇哇！
哦，拍谁？啊，咱这个四层灯光音响，我们的音响老师哦，啊，都无红包，无红包，爱金点的，无影啦，无见啦，无见老师，无见老师，来来来来来，啊，拍谁两个啊？哎呀，小等嘞，小等嘞，后尾拢多多包的哦，感谢，感谢，庆全，谢谢，谢谢，来来，啊，老师真的也辛苦了哈、哦，真的很不简单，那我在此要祝福我们的这个。 也谢谢我们武陵山歌友会所有的理事会员，还有那一些哈兄弟姐妹们，把我们这个中研会搞得有声有色，来，好，你自己掌声，有参与的我们的会员们 ，Thank you， 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外面的一些赞助商，我们的爆笑这个歌星啊，还有那乐队的我们的大哥们，还有那洗净这个服务的朋友们。 感谢最最 ，Thank you。 那么下来，我们邀请这位也是红，谦跟仙是有点读音不太一样，有请我们的仙红。你好，大家给个掌声好不好？谢谢，谢谢你们。哎，其实这是我的老友啊，是不是？今天对对对对。哎呀，谢谢，我还没有开始唱歌嘞。 来，我们一天哈，你看看香蜜瓜，慢慢来啦。有蛋的，有蛋的，小蛋的，摩天爱瓜顶对。是。哎，我认识他的时候，一首这个哈，两个字的这个中国歌曲，中国歌，天度，是是是是，唱响整个亚洲。没有没有没有亚洲啦，只是新加坡的我们的朋友们喜欢。没有没有，那时候你在新加坡。 都是红，都是红，谢谢。哎，很开心。这个今天见到你非常高兴，以前他是也是位歌手，现在做司仪，没没没没了，玩票性质。啊，是啊，因为你是武陵山歌友会的会员啊，所以你要这个出力。来，我想啊，你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武陵山，真的第一次，但是我有听说过，我知道武陵山的每一位的歌友会的成员们都是很会唱歌的，都是啊，是不是都是属于是高手？ 感谢，真是卡也是，他也要准备是成为武陵山的歌友会的成员，他在学习当中。啊，那五空赛歌友还不要，不要掌声一下你们，哎，胡干，你看那样，人才济济嘛，都是。哦，人家赞美到这样啊，没有给一个掌声。我听说了很早就听说过这个歌友会了。还好还好，大家都喜爱唱歌。是是是。啊，好久真的哈。 我看好久好久都没听你唱歌，好久没听。今天还是有机会。他有点我唱歌啊。<笑>我等一下安排，我会安排。其实这首天路是我点的，好不好？天路好不好？<笑>来，不然你快点，他聊练的哈。现在就唱吗？现在唱还是一首歌就唱吗？啊，可以可以，没问题。老师麻烦你了哈。 本来我是有安排别的歌，中国歌，但是伟华说，好久没有听你唱这首歌了啊。对，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惯例嘛，就是这个歌台上哈，我们就是前面的歌星唱了，我们就尽量不要再唱。对对对，应该是这样，因为歌曲有很多种。我知道那首歌现在很流行。对，很流行。那中段那边是怎么唱？啊，唱慢吧。不是不是，那首歌我不太熟悉，但是中段有一个什么？ 什么好像不是在唱？别自己，慢走。啊，别自己，别自己，别自己。但是现在没有唱别自己。刚才前面的只一样唱过。来，我们一起欣赏《天路》，献给您。谢谢你，谢谢。
家，谢谢，好听吗？鲜红妹妹，欸，我听过本了，再来，在哪里？OK， 谢谢您啊，那么非常荣幸我们的啊，今天呢是受我们的这个安格林啊干爹，我一叫干爹他就不理我了，错了啊，谢谢的邀请哈，我们和我们今晚的这个503啊歌友会的这个每位的同仁们啊相聚在一起啊，共庆祝的祝愿啊，也祝愿再次的祝愿大家啊，在这个每一天啊每一年里，愿大家也平平安安的啊，顺顺利利的哈，好嘞，听哦，谢谢，恭喜阿丽啊。来，接下来，因为每个我们后面的今天的歌手全部都是高手来的，都是很会唱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安排的歌，那么送上我们这个我的，还有一个我的，也是我的台主哈，啊，Ivy 姐姐啊，她也是很会唱歌的哈，啊。在哪里啊？我来安排几首好听歌哈。啊，好，来，那么因为在新加坡的这个舞台上哈。啊，你会唱什么歌都可以，但是呢，如果你不会唱福建歌，早就要下台了，好了，不可以了，混不下去了哈。所以呢，你看我作为一个中国歌手哈，那我在这个新加坡唱歌唱这么多年，所以呢，我也要学很多很多福建歌曲的哈。接下来我们就来安排这几首好听歌啊，给好上好一天。Thank you.
陈先生，多谢嘞，再次感谢您给予我的这个发财红包，我听听呐，我听听，谢谢谢谢大家。好了，那么安排了两首歌，很快的送出两首歌，怎样？可以吗？好不好听？可以哈。OK， 大家还满意啦哈。好，谢谢。那么哎，你要点什么歌？好，我的歌曲已经点完了，我给另外的歌手唱好不好啊？谢谢。OK， 这首歌今天没有唱了，已经唱过了啊。刚刚我们的卡拉 OK 里面已经有唱过这首歌了。好了，那么今天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啊，因为今天是这个我们新加坡59周年啊，那么我非常的荣幸能够融入这个大家庭。我在新加坡也有好多好多好多个年头了。得到我们每一位的朋友们的支持，能够站在舞台上啊，坐上做我喜欢的工作啊，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事情啊。那么只要大家喜欢听我唱歌，我相信我还是会一直唱下去的哈。那么今天呢是国庆节，所以呢我想唱一首我们新加坡创作的歌曲送给大家，大家说可以吗？好不好？唱一首嘛，因为今天很难得了哈。来，我们唱首新加坡原创歌曲，送上这首《小人物的心声》送给大家，谢谢。我们会唱一起来嘛哈。谢谢你，辛苦了，你的
很高，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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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
少东也在吃哈，感谢追追，还有一些好朋友也报下了我们今晚的这些啤酒了哈，有 Casper， 有 Hennigan， 有 Tiger， 感谢，谢谢你们的赞助哈，那么希望大家朋友们呢能够在此聚聚，然后喝得开心，好给，你包第二杯了嘞，感谢，阿华你好。 啊，你是感谢你欣赏你包干两摆，等下过来吼，等下过有无？<笑>开心，真的好，刚才我是有点累，但是啊，现在吼到这个阶段，我的精神来了，因为安迪请我你一杯高高诶，你那是不酒哦，老酒啊，真的哈，非常的好。那么下来，这个是一个组合，猜看嘛，也免猜啦，他们在的款，对不对？ 来，有请我们的红片，我们新加坡的博伟吉摩来，掌声！伟华哥好，在座的所有的朋友，大家晚上好。伟华大哥好，在场的所有的歌友，所有的老板娘，大家好。歌王哥好了，在这边的。台下都是唱歌的这个哎，唱金者。你好像那广告挂了几红片，我是请个昂昂，我不嗨啦。谢谢，你好，歌王。 你好，你好，谢谢。来，大哥，我的新歌王啊，永远对呀。哎，歌王，歌王不能换哎，关系做歌哎，做蛋糕那个也是。哎，蛋糕也歌是吧？哦，别的歌嘛是歌。哎，阿哥你，阿哥你，阿哥你，哎，阿哥你，阿哥你，you do the love Singapore so 你叫我的这个前辈，对对对，啊，你看你还叫伊，叫伊徛起来唱《巴厘吉当》。没错啊，那是伊。我们也没。他也唱，那个也不会唱。开玩笑，我歌不可以乱来啊，等下。哎，今天国庆嘛。今天可以啊，今天国庆可以。今天国庆可以，今天能够唱没有关系，只要以尊重的心去唱，哪里到哪里都可以唱。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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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拒绝。伊来请你吼，伊不是叫你去，伊请来载你啊。啊，恁阿妹妹较客气了，我改讲没有恁客气啦，我改求车，免了免了。哦，我打那更好诶嘛。来来来，今天来到五零三队，我就觉得你们很厉害。你们今天这一场是马拉松哎。啊，是啊。是不是你们从下午就开始了？4:15开始。哇，太厉害了！你人日头落山了，规个人敢那骨骨是胖胖的。那是我下昼来吼，我即阵该臭臭了。而且你是今晚上来，你臭得要命。不过你的男人味还很香呢。我跟你讲吼，那么今年五零三这个队友会，你是第一年。进行这个现场乐队的表演，好不好？再次，我赶紧掌声鼓励。好好好，有一就有二就有三，每年都做一次，好不好？你台下的每一位大哥大姐，我们要好好的尊重，因为他们的歌比我们多，比我们还行。对，然后每年都是快的学。伟华哥做司仪，然后宝贝姐妹来唱歌。我跟你讲真的。他们都喜欢听一些新歌，对，很新的嘞那些歌。对，我有时候连听都没有听过，你们就已经表演了。啊，我喜欢唱，哎，可惜了啦。哎呦，你的歌可惜啊！但对，天天听我的歌是放心读经古了。没，真的，因为你细汉我听到大汉啦。我就是细汉看你拿冠军杯看到大汉的，你都唔知。哇，你就是欠我讲一句话给人听了。欸、真的，我以前我们一起出道在文工团的时候，你真的平冠军都是你，冠军都是你，冠军都是啦，冠军冠军，我看到的每一场都是你。因为我有输给别人，但是都是赢你而已。你太过分了。小宝有真的有跟伟华哥比赛过，我就不自量力跟他比过，你知道吗？
今天是我们的 Brian 赞助邀请来， 谢谢他。 他很早就跟我说了， Thank you 啊，boy， 你叫 Brian 你讲吗？ 你叫 Brian 啊？ Facebook 放这样老的名，我叫他小老板，小老板。这位很厉害， 他虽然是一个非常棒的调音师， 他是我们的可以说是我们的 Sound Engineer， 可是我最近听说他歌唱比赛拿第二名哦。 哇，厉害哦，哇，这么
歌唱好。宝贝，我听说要升任这个台主了。对对，有嘞，最近都有，因为爱拍应该拍接棍啦。来了哈，他的 brand 哈，哈 extreme 哦，哎呀，还有自己的衣服了 ，extreme hang on， 哇。哇 ，very good 的 extreme stage 啊 ，production very good 的，太过排斥了。做前头给那女的甲人讲，那你挺胸，等一下，屁股翘。那你现在在台下，人家看不到，你要上台给我们大家看一下你的脸。503这边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的，好不好？真的谢谢。这边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啊，真的，他，我刚刚真的特别要谢谢他，因为今天我跟他讲，因为有出海报，我说很感谢让我们有机会来分享，但是如果我有失忆的话怎么办？他说没关系，姐你再让我知道就好。所以小老板有量有福气，这边保庇你平安大发财，你发财会记我包就好。来，在场朋友都一样哦，那所有的大哥大姐啦，来个今天是那么吹蜡了嘛？对、啊，我今天不是包贝，我是抢红的。因为最近哦，来红最火了，红最火，来到我们的这个503，这边是我们家刚崩了，我们自己的家是没有包贝啊，那没作为宝贝的。好，那我们来唱下一首歌，林哥，恐龙哥说朋友要听宝贝喜欢你，宝贝喜欢你，老师是弯下吗？弯下，对啊，谢谢你们的感恩哦，快顿起来了哈！老师，刚刚我那个锁匙如果有点太低的话，我应该唱哪一首？等一下你告诉我好不好？啊，马上换！没有，刚才那个《商业阵线联盟》好像有点低哦，会不会？我们的歌唱什么歌？什么 key 啊？唱 A 吗 ？A flat， 我刚唱 A flat 很低呢。哦，问了这样没有问这样哈。来，我们来这首《宝贝想爱你》，来后面歌。恐龙哥真好，你要唱你歌袂？我要唱我歌，我跟人歌袂晓，我发现人袂，你发现无？来，大哥大姐都会唱，我们看歌台的朋友一起来哦！来，七个姐啦 ，Everyone， 宝贝亲爱的，我相信，相信我。I'm gonna be right back。
大家的红包、哦、我们好像回到家里，这边的爸爸妈妈都给我们很多红包，这样子。麦克朗爸爸妈妈这边拢是真少年的，拢是大哥大姐。没空，大哥大姐，我来叫啦，你叫，你早时来的时候比较规矩，你讲爸爸妈妈，人家也不会生气。你听我们，你这叫四十几岁，我叫大哥大姐，爸爸妈妈，我跳吗？啊，我跳跳，美女，我让你，我让来，我让来啊，你叫帅哥看麦，帅哥。就拢会下查甫的拢总会信心较强吼，伊查甫卖拍摄来美女们，来了来了来了，哇男生不错吼，可能刚才美女有吓到了啊，我突然间喊他们不懂喊什么，再一次乌龟吹大乌龟，乌龟吹大放屁，对，尤其是饮了酒哦，你嘴爱开的起来出来不会放屁。我们要发财的朋友，我叫美女，美女要应我，来，他叫帅哥，帅哥要应他，真的哈，来开吹大乌龟好数就会来哈 ，Everybody one two three， 美女，哎，我是我爱你，我特别爱你，我这边摇到那块叫渣我这个，哎，阿贵哥，这个美女莲姐，阿莲老师，莲姐，来，莲老师，那大波就让我输的，那输了那排垮你对不对？那明天那龙岩岛人大大声，把你画个大大声，金轮仔波把你摸大声 ，Everybody one two three， 帅哥，好滴。进高，嘿，我们再来一首歌。那最近呢，有就是把之前啊在十多年前有唱的一首江铃的歌是吧？江铃等待他的一首很好听的一首怀旧的华语歌曲，送给朋友们，男朋友 ，little friend， 老公的 boyfriend 可以的过客。OK，let's、okay, go boyfriend， 男性朋友 ，no boyfriend，no love，money，yes。最讨厌有讲话的虚伪地带，还在说说什么爱你在心口不言开。我最喜欢脚踏实地真诚的男孩，他知道怎么用心来把我爱。我要放弃那几个自恋的女孩，如果你要找男朋友，不要试探他，我一个算不算？你要留意他。
有福气吼，你人隆重吼，哎，逐天拢好代志。啊，阮大姐就去捡伊，哎，不可以啦，你袂使捡着无好代志。哎，就是呢，那位好啊，好啊，好啊，大家拢好，大家拢好。有代志再叫我们伟华大哥。可以的，老帅哥。感谢，谢谢我们的宝贝姐妹。谢谢大家 ，Thank you。好，台顺利哦，小心小心。那么，哇，今天都是美女。帅哥还没有出现，对不对？待会后面的都是帅哥。来，下来为您邀请啊，也是我们的 Kelvin Dunn 所赞助邀请的我们的叶千玲来，长腿美女。你好。啊，我们见面有几次了哈？对，好像每一次我林珊有什么大日子就有你哎，因为你已经。啊，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因为你的名字放在我们武陵山里面啊的记录里面了、啊。真的吗？是，那是我的非常感恩，就是所有的律师、所有老板都很支持，对，我才有这个荣幸。我只是这边说真的，但是我的主席啊，他们不能没有记录。啊，有啊有，看，因为我们的大哥哥这样点头啊，哇哇哇，应该是有、啊，我觉得应该有，他们都点头。你们在他们楼下 hello 啊，对对对。那下一次你看到503的节目，503歌友会，为什么我的名单没有在里面 ？complain？ 不会，我不敢 complain， 因为我知道503哈，503歌友会是卧虎藏龙。啊，都是。每一位哥哥姐姐哈，会有他们只是不要出来而已，他们出来我们这些都不用出来。没有，你放心，你放心，你放心，绝对有你的条件有一个赢他们的。不是，因为就是我的意思是，大家都是前辈啊，对啊，都是非常棒。就是现在就是503歌友会就把大家聚在一起，把这个歌唱的兴趣都一起的酝酿出来。难得，真的哈、哦，是一般好朋友，然后大家都喜爱唱歌，对、啊，都能聚在一起，把这个中研会也搞得是模是样，好不好？谢谢，感谢阿贝，我们的知名朋友也来观赏我们的这个歌台。我是我今天看到好多朋友，阿贝，好你们好。哎，我们的猪肉朋友，你我们大哥大姐都守在后面看歌台。对对对，啊，今天啊，还有旁边这边也是。哎，这边咖啡店好多朋友。对，咖啡店也有朋友哎，来看的。哎，我觉得哈，我们这个503里面搞了应该有几年的这个歌台，但是都用卡拉 OK 的方式。是。今年是第一年用这个现场乐队，希望冲刺人气好不好？明年的乐队是不是？希望大家能够哈合作，然后把我们的中研会搞好，一定有机会。肯定，那必须的。啊，你要报名先吗？必须的。明年的你要报名吗？明年我都在名单里面的吗？不是吗？来，很欣赏幽默的那个。欣赏我们的叶千玲带来好听的歌曲。是接下来这首就为大家先来一首广东歌吧，因为今天打乐队，我觉得这首歌乐队特别好听，特别喜欢。真的哈、哦，我特别喜欢用这首歌用乐队。你要看一下老师嘛。今天老师肯定啊，他的眼睛看我上来，他就已经在跟我打。你转头看他一下哈、哦，他打得更有劲。他太有劲，他很有劲。我就唱一下转灯这样子，然后他又等一下那样子。他一直看你后面。啊。我想给他看前面，但是我没有机会呀、啊。我刚刚都一上来就一直给大家看前面，后面都没有得看。来，一起欣赏我们的叶千玲送来的歌曲。谢谢，那送来一首《海阔天空》，海阔天空，感谢大家，多谢。哎，我知道我们的现场有很多很会听广东歌的大哥大姐的啊，来，准备打开那首歌。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困了的心，飘过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我可会变？关事情，大姐。沿着冷冷雨走散，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梦想，一刹那空白，泪流所散。
送给大家。回望今后，浮水难舟，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能想起你怎么样？所有今晚上来看歌台的大哥大姐们，所有的老板老板娘们，大家都开开心心，
欢迎点后，同样就是还有我们直播现场朋友，我知道我们网上呢很多直播网友啊，他们都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看歌台，那也是非常开心，就是我们的现场有我们直播的大哥啊，很棒，我们今天有三场直播哈，啊，感谢。啊，谢谢我们的大哥，我们的所有的直播的朋友，就是把那个器材都搬了出来了，不便宜哦，这个直播器材不便宜哦，但是也非常感恩他们的啊，不计较的把这个歌台文化传扬到我们的 social media 上面去啊，让我们的全世界朋友呢都可以看到我们新加坡的歌台。好，来继续的给你们带来一些首歌，上来两首都比较慢的歌，是不是？我也有一点坐不住了，坦白讲哈 ，OK。那我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邀请，我知道503歌友会有很多很会跳舞的姐姐，很会跳舞的哥哥的啊。今天你们有没有准备到？有没有准备到要在我们这个舞池跳舞？这个舞池 啊，有没有？可以吗？等一下我的音乐响起来，我就邀请你们来到我们前面，有没有？今天有没有我们的帅哥美女安妮？有很会跳舞，今天有没有在？好像有啊，那天我看到一个姐姐，你坐在那边，她是今天有跳吗？啊，午后，我们姐姐呢？那天她跳得很厉害的，噔噔噔噔，哇，她的舞步在轻轻轻，很快的嘞。哦，来，我们就来这首《亲密恰恰》，是我们男歌 Kevin 来点唱的一首歌 ，Let's go。
所赞助了邀请我们的叶千玲。那么下来的时间，我们美女都看完了，美女看完了，男士请回避。女士出来看歌台，开玩笑，来，马上为您邀请这一位呢，在我们的歌台上啊，好多的一些节目都非常的活跃的一位帅帅的小帅哥，也是我们的赞助邀请的，是我们的 Brian 小老板，在这个雄厦的歌台，雄厦的感谢 Brian， 你旁边为大家看这边，哪爱给你翕相？阿翔去台了，我那个教伊唱歌的去台了，着惊无影啦，伊逐天咧唱，伊着惊。你们知道是谁吗？你们猜猜这个男的是谁吗？通常都在主持节目的，江志峰错，哇。我唔知怎讲，爱唱歌爱走去放尿。啊，你先唱啊！哦，原来他要让你先唱，所以走去对了。来，马上为您邀请这个炮灰声，跟我差不多诶。核心嘛，真的真的。来，我们把他邀请出来，也是我们的凯莉说赞助邀请了我们的江志峰，慈善歌王。老师好，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哎呀，谢谢。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开心，说第一次我参加到我们上的中年庆中年会，中年会哈。很高兴也能与你一起同台。啊，谢谢谢谢，请老师多多指教。哎，哇，歌手很多，哎，老大你好。老大，好多的我们的赞助的朋友，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全场赞助乐队的我们的说庭城，来江虾，江虾，还有赞助我们的自助餐的我们的大水海鲜，花明先生，谢谢，还有一些呢赞助我们的歌星艺人的哈，对对对对，还有一些买啤酒的朋友，还有一些洗净我们的服务的朋友，隆重。雄厦的，感谢你。对，今天这个圆满都是靠大家的。感谢咱后面这个，这个重要，这个这个重要。哇塞！这位老师好多年不见了。哈哈哈！哈哈！哈哈！你是去偷脸，你帮潜山偷脸。OK，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OK， 那么还是我们这样的还是安排比较怀旧的老歌，那么刚刚呢就下了一场雨，然后有一点怀念，所以就安排就说比较怀旧的。又是细雨吗？别，哇，我猜一下。哇，这么细雨啊！因为我刚才有看你在那看面顶，你看有出顶，伊敢敢唱，啊，无出顶，伊拢唔敢唱。这首歌真的有点难，收了很久没有机会唱。对，这首真的很好听，好听。啊，谢谢。感谢我们的 Annie 送来的红包。谢谢蝴蝶姐姐，谢谢。其实真的好，我们的江志峰在这个慈善方面呢，真的好做得很够到位啊，缘分。哇，真的不简单。我认为说是我的使命嘛。对。你是在领养这个免不可以说领养，是助养啊，助养助养，对对，就是他们的衣食住行呢，就是。当然了，靠我一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的，都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然后连单个地方都有很多朋友支持，所以就怎么讲呢，就比较幸福一点嘛。那些孩子就是我从开始，我个人呢，我一个人只照顾37个孩子，到今年3月回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边还是在打仗，所以那些孩子呢。也是会一次一次的增加，我每次去都会增加。这次我3月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增加到1338个了。真的，增长这么多，不多，真的，掌声。
谢谢我们的思密，大家真的欣赏歌王，因为都有大家的帮忙，尤其是武林上的。对对对，但是要大家的帮忙，也要你的引路嘛。呀、啊，还好，我们才能做出这个。就是我都跟他讲，就是我跟海水的缘分。对，从新加坡到缅甸，我都不认识。这个真的真的不简单。对，有这样的心态来赞助这些孩子，我想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使命。好，使命。哎，今天开心。哎，好的，还是继续为您安排这首怀旧的老歌，又是细雨。好，谢谢老师，谢谢。又是细雨。来，感谢我们的凯莉的赞助邀请，阿龙比很风，心情特别好，我们的主席。分享呢，得到武陵山的鼎力支持啊！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啊，大概累积了大家的捐款，大概有9000多个。所以呢，在此呢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在此呢江志峰呢也代表所有的孩子呢向大家说声感谢、感激、感恩，谢谢你，谢谢。啊，好的，好的，那么。OK， 在场的朋友或者我到每一个地方唱歌台的时候，都会收到很多朋友的红包支持。然后每一次的任务呢，我都会放在 Facebook 给大家一个交代，说我做了什么。但是有很多朋友也不是我 Facebook 的朋友，也没有加过我。
如果要加的话应该也不够，所以呢今天我得到主席的批准呢，我将会把我的工作就是弄成一个照片的箱给大家看看，那么也是证明一下说你的红包我帮您做了什么。好，我接下来为您安排的第二首歌的时候，你可以看看后面啊，就是有一个交代，有一个证明。然后每一次呢，我都会对那些对我不是很信任、有怀疑的朋友说：“你可以跟我一起去，但是这一次真的不可以去。”以前我在台北的时候可以，因为那些难民是已经跑进来泰国了，所以在泰国。但是我现在住养的难民呢，全部是在缅甸，所以呢，第一。现在还在打仗，所以非常的危险。第二，那个是边界，所以我只是做了传统的过去，也算是非法入境。所以如果朋友还是有怀疑的话，等这个战争比较平息的时候，我们才由雪儿来安排一个团，带你们自己去亲眼看看那些孩子，好不好？好的，那么第二首歌安排一首比较怀旧的一首歌曲，《我的眼睛在下雨》，然后谢谢老师帮我安排一下。其他呢还有八间学校呢，暂时呢因为
在战争，所以孩子呢也没有办法避免，是越来越多。如果我每次都跟大家 update 一下，说我的孩子越来越多呢，目前我在照顾1338个孩子，不算多，其实真的不算多。如果有看报纸的话呢，啊，谢谢你可能。如果看报纸啊，那边的内战，然后非官方的统计呢，有大概有500多万流离所失的，然后孩子呢至少有200多千，所以我只照顾有这个缘分照顾1000多个孩子啊，谢谢你，那么 ，Thank you， 谢谢你，谢谢。好的，那么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的赞助人特别点唱的一首歌，也是。姜思峰能够走进这个歌坛，然后能够立足，也是上天的保佑。因为这首歌，所以呢就成为我的代表作，也算是有一点点知名度。送给一首我的娜娜，Thank you， 谢谢。怀旧的歌曲，接着下来由我们的 Brian 说赞助邀请我们的 C
在是啊，他还在拍照。这一次就是小便，就是上厕所。谢谢 ，Thank you。啊，你准备上来了没有？来，谢谢我们的小老板们 Brian 赞助了，邀请我们的田野。歌台上不会陌生的一位。谢谢、哦、我们所有的大哥哥大姐姐哦，爷爷好哈、哦哦、那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哦，谢谢张明哥 ，Thank you 哈、哦，老师好。那真的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呢遇到呢很多熟悉的脸孔，啊、很多都是呢看着我长大的。哦，我这么小的时候，他们就看我唱歌，唱到我现在这个摆动了。嗯，看你长大，对，我看你小便。啊拉什么你是老师吗？小便是正常的嘛？为什么你会看我？我哪里知道你每次站在我旁边？不是，那去团队的时阵，不是叽叽咕叽叽的咩？你会学安怎飘一下？飘一下。哦，有头像拢是用飘一下是吧？那你看呐、啊？无啦，互相精神的啦。哎，无啦，那是爱飘嘛，不是飘我嘛。啊，爱表嘛是表，表姐Brian 啊，你看一看就知道 Brian 的哇，强啊强！我真的好久没跟你同台啊，谢谢啊，谢谢皇上，哎呦 ，LV bag 真水哦，啊啊，给 LV bag 来红包不来的？我又不是给红包，伊是贵个 bag 爱送给你。哇！谢谢你啦，皇上，谢谢啦，哈、哦。啊、哦，一个王上哦，捡到你的纸巾，大大张了哈，才是要让你一手倒转啦，哈，让你一手搁一手赚不了啦，哈，哇，你今年有够粗嘞，哈。哦，一个王上哦。啊，王上、欸、王上啊。我是把你讲，较无熟悉，今天你发给伊哈。真的哈。哎、哦欸，后摆看到伊就来扎。哦，扎啊，不用啊，那个王上还是其实这个好，这个也是很好啊。谢谢我们的阿姨 Mary， 谢谢 Thank you 阿姨。哎呦，阿姨真好，阿姨好，阿姨妙，阿姨给我很多钞票，谢谢。啊，阿姨你好，谢谢，辛苦了。哎呦，哎，把刚那边上给的，谢谢哈，不能谢谢你啦，月华姐，你哦，你戴着口罩看不到你甜甜的笑容。不过阿姨好，阿姨甜，阿姨给我很多钱。来，好，请红包来。谢谢，哎呀，谢谢姐姐 ，Thank you， 谢谢你啦哈 ，Thank you， 谢谢，真的好。哎呦，哎我蛮干的，谢谢欧露姐姐啦。不啦，我托你的福啦。啊，不要啊。谢谢美丽的姐姐、，Thank you。小燕子哈、哦，那哈，蝴蝶妈妈就来了，你看，阿弟他们在盖小，哈，他们小，来啦，你，你是我女儿，爹，今这位高色酒来，可以饮了精神，哎呦。唔通当招哈，你招来你家己啉吼，我甲你讲，我是阿弥陀佛的吼。哦。哦。我啉三十股。啊，你啉一十股。啊，没事。没有啦，开玩笑，我知道你没喝酒啦。对啦，哈，那这个非常开心，要祝福啊，那我们所有的朋友，希望那也特别劳动哈，好比哈，所有好朋友啊，做生意生意碰碰气啊，大家啊，身体健康，事业成功啦哈，大家。自己掌声鼓励嘞，希望下来的亲爱的姐姐 ，Thank you very much。感谢我们的会长啊，真的，你嘛看到伊嘛个妹妹啊，你看嘛对不对？像，一个妹妹啦。啊，妹妹啊，哥哥我在船头，妹妹我岸上走。不然真心塞，所以啊，没有姐妹的称呼、啊、没有，因为你没有称赞她美，所以你还只给你一个。如果你称赞她美，一起去撮合你啊！不要不？不要！我你七块买，我你七块买，你七块买。买，你我你。好，那今天来到这里呢，这么多熟悉的脸孔，当然要好好送上一些呢大家爱跳舞的歌曲，可以吗？可以跳舞的啦，可以。连续不间断。哎、啊，那个是放在最后，因为我们的 Brian 有点难。啊，来一首什么歌？先来一首啊，《好利片五三》，好不好？老师，我们打好的，香港利片，啊，香港利片，讨厌卖萌的，来，天夜，天地波，天地波飞鸟影，我介绍你一条歌，变大了，来，希望大家会喜欢，《好利片五三》。
老师，我们第二首歌我们来换一下，老师，我们这首歌换一下 off beat 好不好？因为呢，等一下有 cha 的，这首歌呢 off beat 给他们可以跳一下不一样的节奏了哈。谢谢你，师傅 ，thank you 哈。哎，这条歌啊，我看到我们的81的老板哦，那华明大哥。 应该是苏嘎这条瓜啦哈，来给你们一个 surprise， 我们81的老板你在不？你在不？啊，跳一跳，跳跳啊，这条瓜上好你哈，希望你跳到这首瓜啊，你的平安，你的顺利，你的获得。老师 ，off the cha-cha，thank you。 Oh.
谢我们武夷山歌友会所有的好朋友们，再一次，还有谢谢姐姐，谢谢握握你的小手，让你横财就手，欢乐。啊、哦，爱不要加油，爱不要加油，我们可以最后一首没有问题啊、哦，来啊啊、哦哦，谢谢谢谢，没有没有让你们破费了哈啊、哦，谢谢谢谢哈、哦，希望咱的这边工哦，不比大家做生意心力兴旺哈，身体健康哈啊、哦，我们所有的姐姐们如来如水啦哈啊、哦，来马上呢就是应该还有时间啦，老师我们就来这个还有几首歌的时间。啊，一两首哈，还有十分钟了，因为还要唱《爱表嫁娘》的话，我们就来恰恰了啦，马上好不好？啊 ，A flat 可以，没问题啊。我们先就来一首唱姐姐的歌了，唱她的《美酒加咖啡》，她的《美酒加咖啡》主曲。谢谢你 ，Lucky 爸爸 ，Thank you， 欢乐。说得好。Thank you.
来。哪怕人儿已憔悴，哪怕心儿已破碎，纵然一去不回，我要一个谁给大地响起一声悲。因为你们是503歌友会，每个一开口哈，到小鸟树上，小鸟都会飞下来的哈，对不对？所以我们最后一句，我是谁？哎，帅哥，来，一、二、三，一起来，我是。
thank you. 那么我们的所有的503的理事还是我们的会员们，如果您有空的话，请帮忙收拾一下这个遗址，好不好？大家合作一下，拜拜！谢谢大家，晚安，拜拜！谢谢。谢谢你，我会再喝一点，你要不然来。